露胸贴网，然后一直露底。你喜欢这种吗？今天是我人生中的大事，人生第一次要相亲，就是很紧张。总而言之，是因为他一直追我，然后追不到我。我想说介绍一个长得跟我很像的人，我介绍一个巨乳露胸贴王，然后一直露底。你喜欢这种吗？我是比较看内在，所以我今天就是会内在以相处为主。好的，现在。我们对约的时间已经到了，他好像已经在远方走过来了。初次见面，对，我们初次见面。你是第几次相亲？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我第一次，非常慎重。这只要真的适合的话，真的要结婚。啊？这么快闪婚了？没有啊，就相亲都是这样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就要给你惊喜，走吧。好的，现在呢，我们在101里面。他说你是从台南上来的。对啊。你应该没有去过101的那个观景台。没有耶。因为我其实也是第一次要去观景台。所以你是第一次带女生？对，第一次带女生来。哦。顺利拿到了，好，走吧。第一次从这角度看101，真的哎，但最高，这也太扯了，第一次来，我也是第一次来，漂亮吗？漂亮啊，我今天来相亲，可我今天已经有对象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，恭喜你们结婚了，哇！从头到尾都是他们一直在拍照，圆圆毁了我的相亲了。圆圆，我在相亲。等一下行程是去哪？我已经开始期待了。为什么是你？你要借过一下。对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要去另外一个惊喜之地。开心吗？你就问开心吗？你刚第一次。走吧。现在呢，我们在101的户外平台。你是没看过我跳舞？有看过你 IG， 但没有看过现场。那想要现场看一下？好想看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会加分吗？因为有加分。我没跳就要加分。啊，至少表现咯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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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咚咚的，咚咚咚的，咚咚的，咚咚咚咚的。大招呢？大招？我不想看这个。我只想看大招，大招，大招来了吗？扣分，扣分。我们去那个一楼跳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在这可以啊。啊？因为我举高这样。我们现在下来了，因为刚刚我是有那个惧高症，所以没办法展现我的舞蹈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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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Queen car, I'm a queen car, I'm a, I'm a. Yeah, 我们现在呢来到一个下一个惊喜地方，因为我知道李姐说你从台南上来，对，所以特地订了一间饭店给你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去 check in。拿包了。开房间。开车吧。我超喜欢他们床哎，超软的。哇，这个景好棒啊！这就是101。让我们两个住啊，你刚说的那么多。OK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去玩水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呢来到饭店的泳池了，还可以吗？好美哦，第一次来哎。对啊。Thank you.
蛮好看的。不要碰到我。从泳池回到房间了，请检查。好夸张哦！这个姿势是什么？他叫你用的、啊？他说这样可以啊。吃醋了。开心吗？有点小饿。小饿、嗯？那你有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吗？其实不会胖的。其实你不用减啊。是吗？你觉得 OK 吗？因为我喜欢女生，就是不用太瘦。肉肉的，对。那我们吃炸鸡好了。真的假的？外送来了，开心吗？超香的。那今天你觉得跟我一起约会，第一次的啦，贴心。对啊，还帮我订饭店，而且还帮我订餐点，很幸福吗？那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可以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我觉得 OK。哇，那这样我就不能拍下一集了。下一集。我不要自己拍。好，反正就是很开心，今天能够跟琪琪相亲成功。